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芳姐，今天继续到乡下来，户外的淘一下老物件、老古董啊。哎，快点过来，这里有声音，这里有声音。看一下这里面，在哪个位置？就是这里，应该就在这里啊，锁定这里了啊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开宝啊，开宝啊，看能不能上到大货，看能不能上到大货啊，挖宽一点吗？要挖宽一点吗？就是这个附近是吧？嗯。老石头，这哎呀，切的不能切的宽啊！以前那个田里面切的宽啊。没声音了吗？再扫一下。还在里面吗？来，我用这个大的扫一下。还是在下面。啊，声音很强烈啊。别往那了啊，别把宝贝往那了啊，期待啊，大家期待着啊，就在这里，应该就在这里，这里差不多这个地方了。出来了一点，出来一点，是白色的东西，是个白色的，插个看一下。出字了啊，大清银币。宣统三年的啊，大清银币，还有字，我看一下这个什么字，范一枚啊，范一元啊，这边还看一下，这个是，哎呀，抠不掉，这个尾巴抠不掉啊，抠不掉，哎呀。抠一下，还有这个花纹，这是一个纽扣，大清银币的纽扣啊，这上面都生锈了啊，是银子的啊，银子的银元银币啊，应该是一个扣子啊，是这样子的纽扣，它是一个大清的啊，大清银币，宣统三年的啊，今天还是不错，这里面有一条龙啊，今天收获不错啊，终于找到大货了，上了个大货。好，感谢大家了啊，谢谢大家。